行，我背你走。不行，二哥，手枪射程不够。这样，咱们先不开枪，把他们引过来，让他们以为咱没子弹了。好。二哥，别动，再等等，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。必须走。还剩下一颗子弹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落在他们手里的。张琴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加入共产党心愿是否依然没变？二哥，我没变。好。只要你活着，继续为国而战，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，考验你，指导接受你。接头暗号上去，平均传语报平安；下去，论功还与敬长营。记住了吗？平均传语报平安。论功还与请长缨，记住了。不对，二哥，我现在代表组织给你第一个任务，快点走，一定要活下去，你必须完成。我说了我不走，虽然你考察的是我，可是我是你队长，我不可能丢下你。要么死两个，要么死一个，你选。我不选，我就要带你走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我立刻开枪。二哥，老规矩，我们都是军人，愿同父说。好，你说，赢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谁赢了，这颗子弹归谁。一言为定。你选什么？我航空救国，你青天白日。回回都是航空救国，回回都是你赢。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。好，我跟你赌。你知道吗？
当你叫我二哥的那一刻，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弟弟。如果我要亲弟弟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他像你一样。走，快走，快，走。信念一腔热血，生与死，魂一缕，赤诚与的花开满地。风卷起浪烟，遍布四野，伤势破碎激昂，泪眼望穿山色，按不住泪流。海棠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，应该是听错了吧。哦，好饿啊，咱们还有吃的吗？还有什么吃的呀？等到下一个镇上我们再看看，坚持一下。医生，哎，医生，快了，枪伤，伤得很重，快进手术室，走。子弹从左后胸以45度角穿入，未贯通，子弹进入胸腔内部，位置不明，因口鼻出血，现初步判断是伤及肺叶，患者出血超过800毫升，已经形成血气胸，另有左第五肋、右第六肋、右手臂桡骨骨折，病人已经休克。先立即进行手术。是，他手上是握着什么？